OK， 欢迎来到双子色游戏时光的 OK。今天我是在做一个实验啊，就是拿这个吸管、水草啊，做成一个可以吹有声音的那笛子这样东西啊。现在就拍个影片教你们怎样做这个笛子这样东西。先做一个小的跟大的声音有点不同，先剪。先做这个小的是这样子，所以先按平啊，先按平。就这样，然后这边那个线条剪长，要先熬一个。OK， 这样子，然后中间还有一条那个线条，所以跟着那个线条剪下去。哇 ，OK， 剪到这样，然后另外一边，OK， 就变成这样，就是短细音。OK， 现在试吹。OK， 现在就来试看这个刚刚做的这个笛子这样东西啊，变成这样子啊。OK， 试试吹，从尖尖这边直放嘴巴。OK， 成功。OK， 那个小的音成功哦，现在做一个粗的声音，也是。用这个比较长一点啊，因为它要粗嘛，也是像刚才这样，先这样按平啊，按平，然后折，啊，也是折成一条线啊，然后就折向下按住这边，大概这样，太长 ，OK， 这样子折啊，折下去，按 ，OK， 可以啊，可以剪。OK， 在这边。OK， 就这样，用法也是跟那个小一样啊。OK， 现在来试这个大的，粗的声音也是这样打直。不动好了啊，对啊。对。OK， 成功。OK， 今天就到这边。OK， 拜拜。接着，两个可以吹啊，吹一下。小二，大。OK， 拜拜。